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虾？哦，老虎虾，你知道吧？比我脸都大，比较一下啊，比我脸都大。捕出来没舍得吃，要留给孩子，对不对？先补一补，咱自己先吃吧。哎呀，看到没？哇塞，这个老虎虾和这种普通的虾就是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这个虾肉质 Q 弹紧实，关键它肥呀，你知道吧？我都不舍得吃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吃完前就要弄锅灶。